好意，恭喜发财。好意，送俾你啊！金饭碗，哎呀，我而家好少食饭嘅，我要 keep fit 啊！好意，金珠一定啱啦、啊！金珠，哎呀，又油腻又肥，好唔健康噶。咁呢个啦，啱啦啩？金花 no， 金筷子唔要啊，金菠萝做乜啫你？金面咩嚟噶？金面冇得啩？啱我啊！金噶，金你个头啦！金油啊，唔要啦！金嘢，哎呀，争个字啊！系好意，你又话你中意金嘅？我系中意金，但我净系中意金爷爷。哇！金景送俾啲客得唔得啊？梗系得啦！送这款给顾客呢，祝他们龙通四海，大吉大利，财源滚滚而来，生意红红火火，跟客户的关系肯定是长长久久。咁外父外母呢 ？So easy, listen to me。送这款给两老了，祝他们福寿安康，吉祥如意，财源广进，鼠年行大运。哎，还有啊，艳光四射耶！咁仲有啲Prada呢？兄弟，跟我来，送给Prada，当然要送这个，祝他们好事连连，年年有余，步步高升，升官发财，好运数不尽，钱包饱饱哦。咁公司同事、姨妈姑姐、三姑六婆呢？哎呀，二四集啦，乜都有啊！一家瑞气，二气融合，三性巩固，四季平安，五星高照，六六大顺，好运安康。劲啊！不愧好意，呢、这个生意就送金爷爷。有好运，有安康，送你送金爷爷，好运安康滚滚来。